了身孕。鱼水之欢的事情，一年之内有多少我连脸都记不住的你人跟我说同样的话？好好做你的将军夫人，帮我拿到我想要的东西。沈小姐，若你想救他，用我的脸帮我做一件事。王爷，我不是。你不是什么？还没有试过在将军府，你很刺激。王爷，夫人有礼了。我们以前见过吗？拿壶好酒过来。